老公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。问呗。你会游泳吗？你这个不会。连狗都会游泳，你居然不会，连狗都不如。你这个真的是，那你会游泳吗？我肯定会呀。那你和狗有什么区别呢？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喂，孟琴啊，孟琴，你谁啊？孟琴，好不好？不要指我！冇打住！喂，你边位啊？你啊？喂，打啦！我哋人齐啦！打啦！三。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中中！好球！好球！干啥嘞？能的。谁让你看书的？谁让你搞学习的？打游戏知道吗？每天给我打满八个小时，知道吗？能的是在做的生意哟。不打游戏，我花钱请你过来干嘛的？不打满八个小时，不准下班。我的是我 Thank you study， 意思是？搞学习，搞学习能用什么出息？好好打游戏才是正经事儿，明白吗？一天天的，一点上进心没有。唔该，阿爷。我听闻呢度有个手打面好出名喎。系啊，要唔要试下？试下。做咩事？手打面啊嘛，好出名噶。又系玩呢啲啊？俾个拉面我。做乜啫？我嘅拉面啊，你嘅拉面。唔好搞咁多嘢啦。唉，你俾个冷面我算。做咩？冷面啊嘛，仲唔够冷？算啦，我要一个意面得啦。早讲啦，云吉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老婆，老婆，给你个惊喜。什么？喏、no? ，别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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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？这是奶奶给我们的，赶快把它收好啊！哎呀。我们要不要给奶奶拿点钱买点补品啊？好啊，这些你都拿去，多买一点。都给我啊？不，拿给奶奶。哦，谢谢谢谢，那我走了，你干嘛？你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好好好，拜拜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嗨，黄哥，昨天晚上我给你发微信，你怎么把我拉黑了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怪不得我女朋友一大早就发脾气，昨天晚上我洗完澡就睡觉了，所以是她翻了我的手机，删了我的好友，真是越来越任性了。就算她不相信别人，也应该相信我才对。该不会你女朋友吃醋把我删了吧？我女朋友虽然是个醋坛子，可她之前只是任性，不会这么不懂事，肯定是还有其他事情我不知道。你微信里面都跟我发了些啥呀？就是昨天晚上玩游戏输了，大家起哄让我问你们什么时候分手。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有考虑过我女朋友的感受？我不就开个玩笑吗？谁知道你女朋友这么小气？你觉得很有意思吗？如果是换做你的男朋友，你会保持笑脸说我女朋友小气？你还没这资格。麻烦以后跟我保持距离，我跟你拒不成。罗曼·波音的玛利亚，널사랑한다玛利亚。来来来，半个小时后带上你们吃饭的家伙过来会议室开会。耶！你们吃饭的东西。What？ 哎呀，只有五十的七万的价格，哎，请给你七，好七八，好七八，好七，好七，好七，七八万吧，七八万吧，七八万，我们去吃大闸蟹，去吃大闸蟹。Yes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你又这样，总动手，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离我远点，看一眼就挑拨是你。对。哎，闺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吗？没怎么呀，挺好的。那你这眼睛是怎么了？啊，我妈不是说看你眼少过十年吗？怕死。哎呦我的妈！
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最近我养了一条鱼，我特别喜欢它，它是我最喜欢的宠物。我听朋友说鱼可以做鱼疗，于是我准备试一试。谁知道我刚把脚放进去，它就死了，我伤心欲绝。我不想把它埋葬，于是我给它火葬了。谁知道这鱼越烤越香，我的肚子也越来越饿，于是我拿它当下饭菜，简直是太美味了，我一下子吃了三碗饭，香，真的太香了。再见了，我的宠物，再见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来，下一位，刘铁路是吧？我们是一家消费品公司，请问你有什么特长？我会忽悠人。行啊，展示一下。这个职位我已经聘上了，你们都散了吧。散了吧。你别笑。滚！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老板，给我拿包卫生纸。等会儿啊。卫生纸卖没了，沙纸行吗？沙纸行吗？滚！你有病吧？兄弟，好事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哎，豆豆，你最近不是在考驾照吗？考怎么样了？挂了。那是科目几挂掉了？肯定挂。第几个？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哎，这儿，你就是李阿姨介绍梁阿吧？对，是我。这杯咖啡一会儿记得退结账钱30块钱。行，一会儿我来结。听说你工作还不错，我一个月工作5000，你？我呀，我比你多挣了那么一点吧。会做家务吗？平时洗衣服、做饭啥的都还会吧？看你这样，应该挺顾家的。跟你说，女孩子就应该顾家。说实话，你这样配我有点不足。是。停，你稍等我一下，叫洗手间。我觉得我们现在非常合适。可是我觉得你配不上我。邮递员 ，postman， 经济 ，economy， 地主 ，landlord， 羡慕，我的妈耶，怀孕。出来个男的，救护车，啊，不能死，律师，老爷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你好的，采访一下，请问现在微信照片和现实差别很大，请问你怎么看呢？我觉得很正常啊，微信，如果差别不大的话，那叫全信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哥，在你家喝酒，嫂子不够舒服。小老弟，在这个家里，我说了算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在家里的地位，我就是老虎。来，走一个。还是哥厉害。老公啊，我回来了。跟我走，咋，你先跟我走。什么情况？先躲会儿。武松回来了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小六，跟我出趟差吧。咱们去哪儿，老板？跟我走，把我们去哪里？铁塔。Gucci Gucci Prada Prada Gucci Gucci Prada Prada， 你敢拒绝我，是不是脑袋让人敲了？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鬼迷心窍了？你到底走不走？走，走就完了吗？
美女，认识一下好吗？肥宅等你瘦十斤的说吧。这个月我一定要瘦十斤，瘦十斤。如果瘦不到十斤，我就把这个视频删了，再画一遍。抖音记录美好生。亲爱的，开开门。宝贝，把门打开好吗？老公，开开门呀！给老娘开门！装什么温柔啊？我可是哪个神经病呢？亲爱的，开门啊！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你给谁吹的这孙掌啊？这门是让我给丢了。这要是丢了，那你别送我的车啊，大姐。这不是安全吗？啊，这那皮是炸了咋弄？这车早晚有一天告诉你白纸灰换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哎，老婆，你知道为什么妹子都喜欢自称为小猫吗？如果自称小猫狗，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